写这种东西。知识、学术、社会，中正新风华。国立中正大学105学年度颁奖典礼正式开始，请大家给所有同奖的老师教授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校长，还有各位得奖教授以及各位嘉宾，非常感谢您莅临今天国立中正大学105学年度的颁奖典礼。这是学校的年度盛事，中正大学拥有无数国际顶尖的专家学者，更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学子。为了让专业更卓越，而且不断的前进超越，让学术研究在良性的鼓励中不断的创新发展，那么在冯校长的重视之下，特别隆重的举办了这场知识、学术、社会中正新风华的颁奖典礼。秉持校训，积极创新，修德责人，希望能够激发整体教学团队的竞争力与创造力，造福社会，同时也借此向各领域卓越贡献的教授们来致意。好，那么在颁奖典礼的一开始呢，我们中正大学两位情谊精湛的同学，他们分别是会资系二年级的张庭宇同学，还有政治系谢佑廷同学，要为各位嘉宾来献上两首古筝的乐曲。先用掌声欢迎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习乐十数年，从小就参与无数的丝竹乐的比赛，还有音乐会的演出。那在今天这么隆重的场合呢，两位同学特别精心挑选了两首曲子。第一首曲子呢是《站台风》，这是王昌元老师的作品，那么又名《对战台风》，全曲呢就是描写码头工人与台风搏斗的情景，表现他们不畏艰难、勇敢豪迈的气魄跟对未来必胜的信念。那也正代表着本校老师们在学术研究路上辛勤耕耘、努力突破各项难关的精神。那第二首曲子叫做《丰收锣鼓》，那这首曲子也充满了这个热闹、欢乐、庆丰收的一个氛围。诚如此刻我们全校师生齐聚一堂，一起来享受这一季学术成就丰硕的这个果实。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位同学，张庭宇同学跟谢佑廷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再给他们掌声鼓励。
颁奖前呢，校长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跟所有为中正学子们贡献心力的老师来致意。我们在这里恭请我们的校长啊，我们的冯校长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冯兆华冯校长。刘副校长，各位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早安。这次的颁奖典礼呢，其实很对我们学校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前面有知识、学术跟社会，我们这次北洋的就是知识的累积跟传承，我们学术的框框架就是能够跳跃式的往前进进。那再来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跟我们的这个教师社群的这些服务。那这些贡献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其实影响不是在我们校内，而是它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开源。我们学校在这个地方是唯一的这个大学，在这个唯一的大学里面呢，我们有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要对在地的这个乡亲能够关怀，能够这个启发他们的知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学校在这边28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重新定义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中正大学的形象？所以我们是中正新风华啊。那这次我们总共会表扬的是杰出特聘教授一位哈，杰出研究奖2位，青年学者4名，然后技术移转授权的是8名，那产学合作绩优的绩效教师47名，那服务贡献奖是5名，所以从这个分布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学校现在除了希望老师能够专心的教学研究以外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更着重整个社会的服务，那也更着重于说我们整个研究团队的形成，因为整个研究团队的形成呢，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会比较全面跟具体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这边恭喜各位得奖人要向你们致敬，同时因为你们为中正大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在今天的颁奖典礼，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专业领域的各具特色的得奖者大家都孜孜的在学术上面做研究，同时呢我们现在大概年纪也慢慢迈向60很多老师现在都在50跟60岁中间，在这50到60岁中间呢，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人家的回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创造回忆然后呢50岁以下的现在真的是正在这个努力奋发，是我们学校学术研究的这个努力所以我们现在看来说，我们阶段性的整个慢慢阶段性的这个典范要出来，所以50岁以下的我希望能够专心学术研究，然后做这个比较精进的这个比较前进的一些前瞻的一些研究，50岁以上的慢慢的这个回馈社会，然后把这整个整个教育的文化能够这个做得更好，所以中正大学经由各位的这个努力呢，我们慢慢的有得到很多很好的这个外界的肯定，比如说我们这次在学门召集人，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是有5位学门召集人，那学门召集人呢，这在比较通俗的文化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华山派呀、这个衡山派呀、这个每一派的掌门人，所以呢，像我们的学门召集人，基本上他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他就是现在带头的。所以我们学校5位这个学门召集人在国立大学里面跟谁比都毫不逊色。那另外呢，我们这次有2位这个杰出研究奖，那我们很怕颁在校内颁杰出研究奖，这个杰出研究一公布出来呢，其实其他学校就会这个睁大眼睛在看，台大的、清大的、交大的，然后每次被挖走以后就变成这个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那我们现在台大的副校长是我们这边做了10年被挖走的，那个清大
paper citation 最高的的这个化工系的老师呢，也是从我们这边挖走的。其实各校现在你看得到的，就是他们的所有的最前面的几位呢，基本上都有中正的影子在。所以我们这边的学术风气是好的，我们的环境是对的。大家都说这边偏乡，其实偏乡的地方才好做学问。像在台大，台大的学生多么好，老师多么的优秀，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成绩拿来跟他比，毫不逊色。你只要除以老师的人数以后，你会发觉台大也不怎么样。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的环境呢，就是适合研究，适合做研究，适合做这个学习。所以同学在这边呢，也许现在觉得有点无聊，无聊的同时，基本上也就是好好的学习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白天听听鸟叫，这个晚上听听虫鸣，虫鸣鸟叫之间呢，很多这个学习的气氛，很多快乐的这个愉快的平静的这种感觉会出来。所以我们看书看得比较下去。假设在台北的话，有夜店啊，有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活动，像最近这个台北在做大学这个大学运动会还是什么运动会，这个运动会起来的时候，整个台北沸腾，玩是很好玩。问题是接下来他们的学习效果会是怎么样？我儿子现在在台北念书，我就很担心他，他居然去当义工。我说大学那个运动会去当义工干嘛？就很奇怪。然后他叫他好好读书不读书啊？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要感谢这个各位老师。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呢，各位帮学校多多宣传一下。我们中正大学其实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成就。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没有，我们的老师没有台大的多，我们的学生没有台大的多，所以大家都看到台大。台大大概有2000多个老师，我们只有500多个。所以你从那个量上来看，我们就是相对会来的比较少。但是你把他们的表现。